群人浩浩荡荡跟着柯文哲，警局也派人全程戒备，就怕天外有飞来拖鞋，但还是别那么紧张啦。戴上 VR 眼镜，台北市数位产业园区开幕，柯文哲总得体验一下模拟飞龙空中翱翔，目标101。但市长可以靠近一下，飞到忘我，嘴巴还半开，拼了命的飞，感觉就像连任之路，飞得好辛苦。但没关系，另一头的柯妈妈也在帮儿子努力飞，拼选举。拿着像表情虔诚，三立独家直击柯妈妈和民进党的新竹市长林智坚相约庙里拜拜，绿白分手后，难不成现在是妈妈出马修补和民进党的裂痕吗？我妈妈唯一的娱乐就是拜拜，知道吗？在庙里面遇到谁都跟谁去一拜拜，像这个小事的打哈哈带过去。但不止绿营连任呼声高的林智坚，最近柯文哲还拜会国民党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就连九大教派宗教团体这一票也确定进到柯文哲口袋。现在似乎是蓝绿和宗教票，柯文哲都想抢。我就算没有选举，每天也是会看到很多人呢、啊，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啊。这就竞选，我每天都看到不同的人了。嘴上说没有，但不难看出柯文哲根本是鸭子划水，拼连任和蓝绿合纵连横，私下早就开始布局。三立新闻环境化，周凯台北报道。